生活在城市里，其实我们可以想想，一年365天，你就想一想，你有哪一天曾经站在你们家阳台上说，没别的事儿，就是看看星星，看看月亮。我估计真数的话，是吧？恐怕数不出几天来，对吧？我们都忙什么呢？孔子什么周游列国，就是山东、河南、安徽这么一小块地方转悠，就叫周游列国了。过去人可能从北京到上海，可能一辈子就去这一次。现在可能上午去，晚上回了，朝发夕至。本来是给你富裕出好多时间，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享受这个时间，你变得更忙碌了。更忙碌之后你是都做出什么事了呢？朱光潜以前写过一本书，他里边有一句话，他说慢慢走，欣赏。我觉得其实读书包括听音乐这都不能快，包括看电影也不能快，好多人都是快放2倍速、4倍速，那你还不如不看，最快的就是不看。我说有些东西我们都顾不上看啊，甚至渐渐的我们都已经失去了看它，或者是眼睛啊心去关注它，看到它的那种能力。十鸟在林，不如一鸟在手。给自己一个转身的地方，生命之美好，有的时候恰恰就变成了一个如何不被占满的这么一个斗争。过去的一周还好吗？一位新的阅读人已经来到了书房，伴随着袅袅茶香，我们不妨停下脚步，给自己一个转身的空间。在他的诉说中，你将看到那些因为步履太快而掠过的风景，因为匆忙而忽视的美好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第一次相遇。知道我沏的这个茶是什么茶吗？它的名字叫做月光白。万物皆有灵性。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段童年的温暖记忆。泉。我老家的门前有棵老槐树，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里被雷电击折了。家里来信说他死得很惨，是拦腰断的，裂成4块，什么也不能做，只能将它锯下来劈成木柴烧罢了。我听了很是伤感，后来我回乡去就不能不去看他了。这棵老槐打我记事起就在门前站着，似乎没见长，一直是那么粗那么高。我们小孩子日日夜夜练着它，在那里荡秋千、抓石子、踢毽子，快活得很。与我们同乐的便是那些鸟儿了。一到天黑，漫天的黑点陡然间全落了进去，奇妙的不见了。我们觉得十分有趣，猜想那一定是鸟儿的家。它们惊惧夜的黑暗，想得到家的庇护，享受家的温暖。它们飞走了，我们就
捡着抖落在树下的几片羽毛，幻想着也要变成一只鸟，住在树上或飞到天空，看那七斗星座究竟是谁夜夜把勺放在那儿，又在咬些什么呢？如今我回来了，离开老怀十多年的游子回来了。我一站在村口，就急切切地看那老怀，他果然不见了。进了院门，家人很吃惊，又都脸色灰黑。我立即看见那老怀了，被劈成碎片，乱七八糟的散堆在那里，白花花的刺眼，我的心不禁抽搐起来。我大声责问家人，说他那么高的身价，那么大的气魄，怎么骤然之间就在这天地间消失了呢？如今我的童年过去了，以老怀慰藉的回忆也不能再留存了，留给我的就是那一个刺眼的让人痛心的树桩吗？我再也硬不起心肠看着一场沧桑的残酷，眼里蕴藏的对老怀的一腔柔情全然化作泪水流下来。夜里我无论如何都睡不着，走了出来，又不知要走向何处，就呆呆地坐在树桩上。小儿从屋里出来，摇摇摆摆地终伏在我的身上，看着我的眼说，爸爸，树没有了。没有了。爸爸也想槐树吗？我突然感受到孩子的可怜了。我同情老槐，是他给过我幸福，给过我快乐。我的小儿更是悲伤了。他出生后一直留在老家，在这棵槐树下长大。可他的幸福、快乐，并没有尽然就霎时消失。我不再忍心看他，催他去睡，他却说他喜欢每天坐在这里，已经成习惯了。爸爸，小儿突然说，我好像又听到那树叶在响，是水一样的声音呢。你瞧，这树桩不是一眼泉吗？我转过身来，向那树桩看去，眼前的景色使我惊异不已。啊，真是一眼泉呢。那白白的木质分明是月光下的水影，一圈一圈的年轮，不正是泉水泛起的涟漪吗？我的小儿，多么可爱的小儿，他竟发现了泉。泉，生命的泉。我激动起来，紧紧抱住了我的小儿，想着大千世界竟有这么多出其不意。原来一棵树便是一条竖起的河，雷电可以击折河身，却毁不了它的泉眼。它日日夜夜生动，永不枯竭。那纵横蔓延在地下的每一根枝条，便是一道道水源了。泉水不会枯竭，它永远会从树上长上来，因为这泉水是活的。说完，我们就再没有言语，静静地坐在树桩的泉边，在袅袅的风里，在万籁沉沉的夜里，尽力抚平心绪，屏住呼吸，谛听那
从地下涌上来的，在泉里翻涌的，在空中溅起的生命的水声。一棵老槐树承载着父子两人不可复制的童年记忆，它的消失也会让这份治愈感暂时封存。生命很脆弱，有的时候不堪一击，生命很强大，绵绵不绝，生生不息。发现生命之美，生命的希望将永不停歇。每一个夜晚，在月光书房，想把我读给你听。明天见。